你知道中英文思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吗？就是英文要把重点放在前面。比如他会游泳，这句话的英文就是 He can swim。 发现没有，陈述句的时候中文英文顺序完全一样。那如果我想问他会游泳吗，这里重点是会，所以要把会can 我们提到前面先说，也就是 can he swim? 这个就是一般疑问句。在一般疑问句的基础上，如果我想知道的是他什么时候会游泳的，重点是什么时候，所以把什么时候 when 提到最前面，就变成了 when can he swim? 如果想知道的是他为什么会游泳，重点是为什么，就把 why 为什么放到最前面， why can he swim? 那如果是他怎么会游泳的，重点是方式怎么样，也就是 how, 所以把 how 提到最前面， how can he swim? 语言的顺序就是思维的顺序，我们学英语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只要了解外国人的思维顺序，你就会发现各种语法、句型、固定搭配，这些都能轻松理解。你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给老师一颗小星星吧。